是不是真的应该慢下来啊？当然，不然怎么看得清楚？所以你都怎么做？转弯时减速，观察右路人，停下来让行人先过。哇，你真是安全大使！我就是安全大行车驾驶，安全驾驶最大心。他会不会其实看不见我啊？你们两个差别这么大，真的很难。所以你都怎么做？避免视线死角，加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，看得更清楚。谢谢你用心看见我，因为我是安全大行车驾驶，安全驾驶最大心。我还是要跟他保持距离。嗯，这样对彼此都好。嗯，我现在跟他错开了。嗯，做得好。内轮差区域真的有看不到的地方，要特别小心。谢谢你。谁叫我是安全大行车驾驶？安全驾驶最大心。大型车驾驶转弯时要减速慢行，提档行人，加装并善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。用路人和行人注意大型车内轮差及视线死角，更重要的是远离并保持安全距离。安全驾驶，安全驾驶最大心。